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出太阳了，开始现在要把这个苗给种了。哎呀，还有种几天好好的。今天上午我准备把它种先，下午再盖，再淋电跟水嘛。你看，现在要把这个新泥土挖它一点出来，这样子。把它压实一下就行了。这颗就是没有盖这个地膜嘛，太小了，这里太窄了，就这样子好了。OK， 下面放一层泥土。这个苗，这个根这么长，挺好的苗。种这个龙眼果，就还要细心呢。对。还有事情就是多。忙不完的事，就是细活多。OK， 看你今天能摘多少？几百颗吧，一天只能种几百颗，种不了多少，两三百颗。现在第二箱也还走了这么多了，我是都像这都是。这么高就好了。其实这个不要它怎么高，只要它来得粗。这样啊。那个芽要粗大一点就好了。我不懂的，我只是说它高了，快了。只要它粗来得大一点也快。它有7天的休眠时间了。嗯。7天基本上不长了，7天之后它就长了。过了7天之后，我们就也要拿肥料来喂了。对，喂了就归你啦。是的。终于种完150棵，这是最后一棵了，150棵呀。新鲜的泥土放一旁，免得怕它烧苗。今天种了300多棵，现在全部要拿这个那个胶
桶来把它盖住了。盖住它那个又可以保湿的。对。还有保护那个虫子的咬。对。保温保湿，防虫的效果。现在要浇那个，浇那个定根水先。哎呦，水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浇根定根水好了，就把它给盖了。今天种了300棵，能不能盖得完啊？可以。就浇水慢一点。这样子盖一下，拿泥土把它封好就行了。这个保温保湿的。终于搞完了，你看天都黑了，你看这里全部装完了，300多个，差不多加班了。哇，好了好了，收工了，回家了。